台长你好，你好，我是72年属老鼠的，想问一下我的健康和事业。身体嘛，当心一点。第一，颈椎不好，颈椎。是的。还有，关节不好。嗯，对。你要记住了，我先说你腿吧，你要特别当心，你的腿啊要保暖，你老抽筋啊，听不懂啊？嗯。是啊，我左边腿有脚趾头经常抽筋。啊。还有啊，自己的腰也不好。是的，经常说啊。心脏，左心房有血上不去，供氧不足。啊，对。啊，所以你的对对对，所以你的两个手啊，经常无力，没有力量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因为这段时间呢，感觉到左胸部这个位置呢，就经常就会疼，胸闷。闷，主要是闷。你记住了，血上不来。这个胸就会闷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这样子。啊，好好好。聪明，很聪明。啊，人们眼睛咕溜咕溜转，眼睫毛们还要化化妆，哎。都看见了，不好意思。你感情上吃了两次大亏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对对对对对，知道我知道。啊，你这个人嘛，就惹事、惹是生非之人呢、在感情上。好了。是的，我感情上我犯了大错，我知道，我忏悔。两次啊，两次。两次是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知道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的佛台怎么样？嗯，菩萨来过的，有接莲花，也有香打卷，嗯。哎，是是是，对对对，都看到了。我女儿的发梦梦到佛台上有，还有那个菩萨来了。对啦。好，谢谢台长。